死于贪心，一个小兵把自己害死了，还是被他看到了。可以直接杀的，如果他过来的话。完了，啊，算了，他有大无所谓，他失误了，啊，我这，啊。他恰巧失误了，让我死了，真的是命运的抉择。哎，我们就无所谓的到处走，反正这个太乙真人在能打复活，这波还是首线。他刷大了，我在，随便打。为什么不过来呢？技能全部白交。开船来了。哈哈，笑笑不笑？再做个冰心啊，我看你怎么打。我做个冰心，等下那个肉起来了，那个雅典娜都不好杀我。OK， 然后再去回中路。他全部杀完了，可以。那他们这一波就爆炸了呀。他敢上来吗？就把他卡着，他出来刷大他就必须死。他死定了呀。等下辉月又要好了，船开来了，没砸到我。哎，往这边走，完美。刚才太乙真人还有复活，我们再去带中路。我还有十秒钟才有这个大，才有这个辉月，我要小心一点。你看现在这个上官婉儿就被压制在塔下，没什么事可以做了。主要我们这个太乙也选得很好，就是你上官婉儿刷大，这个太乙能拉人起来，他就没什么作用了嘛，对吧？继续带中路，我们清中路快的要死，这个二技能随便甩两个，甩两个那个二技能，一波兵就没了，很简单。雅典娜过来了，这一波就不用开大了吧？哦，开了，他又死了，这边刷起来了，别急，上官婉儿还是找不到角度刷的。就放上官婉儿，让他们抢，然后挨打就完事了，对吧？然后呢，我给他机会表演呢，给他机会刷了，他刷了大落地就得死，我一手辉月反手大招，
人不见了，把塔给拿了好吗？最后两下塔点了算了，哥。牛魔不想大他，没必要。我一手墙把他撞到了，一个大招，嘿嘿，难受不？爆炸了呀！你有办法？这没有任何办法，对不对？嗯，都把他们卡死了，然后后面去补个面具什么的。这一把打得很快啊，跟我们上把一样的。很快就没了。开船，开完船，一手强，一手强，一手二技能，一手大，这不又死了吗？嗯哼，雅典娜打不死我呀！我大招是，我现在大招叫压制。原来的那个大招效果是那个，就是你就是还是有点怕花木兰的。花木兰重剑二技能，你就算大到他，他还是二技能能二出来。现在是压制，跟东皇是一个效果。好吗？好，谢谢发儿加油的飞机，谢谢。很恶心，好吧？现在这个张良拿去打辅助都没什么问题啊。你打三光网要出一个那个什么辉月，很猛的。出完辉月，他上来我一辉月，然后除非他会刹车，会像我这样的优质刹车。疯狂刹车，刹到那个辉月没有了再上天，但是他没有这种操作，对不对？而且这样看运气啊，博弈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一直在刹车的话，我先给他大招，他也挺难受。如果他忍得到最后一口气，大招吃完，一技能吃完，13333，强行刷个大出来，他也能赢，这就很博弈了。给大家展示这个手机了吧，好吧，算了，我再缓一缓，再打一把吧，打一把后面展示手机，然后给大家抽了。我现在这个状态不好，吃饱了有点犯晕。谢谢 Mas 昊天，谢谢你的飞机。A70 128G 多少钱？查一下。A70 128G 什么价格？盘古可以帮一下，啊，谢谢电子竞技需要搞机啊，谢谢你。那也不是很贵啊。上次抽的 Reno 稍微贵一些吧。再打一把中路张良吧。微信公众号怎么参与抽奖？我等下给大家展示吧，好吧。你微信公众号总能抽到的，这都是应该都是观众了吧，对不对？你有的时候直播时候抽的话，你又觉得小号中了，你这个要喊退卡，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没什么问题了吧，好吧。那我拆了呀，拆了你不要说不是新的。
Infinity 杠 U 全视频，超级加速充电。好像老哥给我说他拿这个手机打王者荣耀打了12个小时，但是我不知道他开了高帧率没有，就反正充了一次电打了12个小时，如果真的有的话应该还蛮电量还可以吧。苹果反正打不了那么久。嗯嗯，微信怎么抽奖？你关注公众号了没有啊？这个憋脚的英语，我不会读啊。哎，三星读的是没有问题的吧 ？Galaxy 啊，不是，这怎么读啊？算了，我还是不丢人了。A70总读没读错吧？嗯，这老哥都吐槽我的英语了，嗯，难受。现在抽吗？公众号上面给大家抽，拆了后签名，手机签什么名啊？你手机签了你也看不到呀，过分了吧？学了一技能，哎，我的辅助不跟我的吗？太狠了吧！你喜欢对点点呢、啊、点呢、啊、真的是妖怪不停的跟我对着点，他弹我，我要死了。真是难喽！嘿，我接剑，看到了吗？厉不厉害？我本来要把他打死了的。螺旋走位，跟我对线，我真的是求你了，做点事吧，兄弟。做事，爆炸！我笑了，真难。嗯哼，嗯哼哼哼，嗯哼，嗯哼哼，你敢慢过来，我就问敢慢过来，我有大招，你快点！哎，我大到他的时候，他丢了个二技能，他丢了个二技能，我大到他，他二技能回来把我大招给勾没了，我真的是要吐了，真烦。啊！好难打呀，我要吐血了，老哥。嗯，能不能帮我一起来把中路兵线清了，我就带节奏去了呀。可以打呀，
再回中路清兵线。哇，张良不要太猛啊，这个游走能力，反正这个一技能二技能大招一扔，别人就必须死啊，不跟你讲道理的好吧。我七秒大招又好了，兄弟，这守一下中路，哥。这个节奏是怎么这么难跑啊？好像边路又炸了。永远这么难。嗯哼。Tell me how to play。嗯。我们刚才是在那里二人转嘛，那个人躲到草里面，然后我们两个转起来了。等我等我等我。来来个人让我捏一捏。我是个弟弟，不说了，不用说哎，他这个眩晕还是有点恶心的呀，他又被包了，没法打了呀，心疼。跳大好吧，不好。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上路好像帮猴子拿了三个人头吧，拿了三个人头后是怎么就突然上路就爆炸了呢？上路爆完后下路又爆，爆完后中路又爆，就一起连环爆炸，真的是难。有什么好说的呢？猪仔没了呀。打得不错。你一定要追吗？
我们这边手太短，也许吧。这版本选猴子就来害人的，因为猴子谁都打不动，战士鞭都打不动，射手也打不动，不是说打不动，是操作难度太大了。我也看困了呀，我这两把打的我自己都要困了，真是难。节奏又慢又跟不上，这张良每次刷完兵线就可以走的，你根本就打不出这样的效果。你想抓人的队友还在刷野，你说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急死了还能干嘛呢？张良很强的好吧，张良这个英雄猛的不行。就现在就打个巅峰赛，要么我们打对面十分钟头，要么对面打我们十分钟头，真的是效率游戏，每一盘都差不多就这么点时间，总有一两个人不会玩，然后就血崩，崩了后就没得玩，十分钟左右一把，十分钟左右一把，真的是太无聊了吧。谢谢卑微的不像话，谢谢你。我感觉只能玩那种根本就不能拖的英雄，前面就可以打架就完了，拖完全没有用，队友恨不得两级就需要你去帮他了。你要玩这种打野才能赢吗？好吧，我去拿瓶水。
雅典娜这个版本强吗？要顺才强，不然也捅不中人。反正打司马懿应该还好，就近战肉搏嘛。我们一技能顶出来的话，扛了他那个二技能的话，对着他一套他也受不了。这把还好，我们没什么脆皮，就除了这个橘右京啊，算了，达摩。他们那边应该不好打的，喜欢玩吕布的人都不强。只要让我安稳到四就好了，前期不要送就 OK 了。很卑微的要求，不要死，死了不要崩，一切就好起来了。你自己要会卡这个枪，它跟那个猴子原理差不多，都是需要那种就是卡细节的，每一枪捅出去丢技能，然后你这个枪法就会很快。上路好像要走了，他三级。就可以拿暴君了，我们先把这个也算了，这人血量太满了，我们很耗蓝，先去把蓝给拿一下。看这个惩戒能不能留一下惩戒，等下拿暴君算了，习惯性的暗沉了，我觉得这一波不好打呀，先压一波。啊，他们应该放弃拿这个暴君了，暴君拿了。等一手，等一手。可以打了，然后加速跟着他跑，打了半天好像也不赚。这个吕布先来了，顺着往下路清，然后拿这个蓝 buff， 拿蓝，哦不，拿红。存一点蓝，中路要打起来了。去拿蓝，刚才捅那个人一下暴击都没出来，很急。
算了，我心态已经打崩了，感觉打不了了。人家打排位去了，不打巅峰赛了。
好，谢谢苏宁手机市场部，谢谢你的飞机。
好，谢谢死树907，感谢匆匆赶时光，谢谢。抽个奖吧。谢谢，把奖给抽了呀！现在是直播间抽个红包，这个手机我就不多做介绍了，三星的这个 Galaxy A70，好吧？然后这里这是因为我是这个苏宁的首席，是苏宁消费电子首席体验官。啊，这个当官了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寄给我，是吧？苏宁老哥寄给我的，那我就把它抽给大家。那这台就是我自己开给大家看了，好吧 ？A70， 打开看一看，我就不放大了呀，大概大家知道是这么个意思就行了。真的是难。不停连跪，被按在地上捶，还被人嘲讽不去钻石虐菜，结果还是输了，你说气不气？好歹也是一个有头 有脸的主播了，被别人这样嘲讽，这为了证明自己一把，打了个13-2，还是爆炸了，你说累不累？难受，人运气一差呀，什么都来了。但即使是这样，含着泪也要把该送的福利给送到，这就是我苏宁消费电子首席体验官的职业素养。哎，怎么拆不开啊？这才是真的好气哦，因为他那个，因为这个有标签是吧？如果你要退换的话。就是假如说有破损，就是怕你这个快递的时候，那现在肯定就破损了，因为是我强行把它拆开的，我就打开看一看这个 A70， 好吧，我也不做什么评测，我就给大家稍微看一眼，然后拍个照片，拍个自拍就行了。哎，它这个标签是真的难拆。不行不行，他这里有个标签，我拆不开，我去拿把刀。啊，这个终于刀划开了啊，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么个手机啊，这个盒子是这样的，好吧，然后打开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就不说了吧，反正入耳式的耳机啊，入耳式的耳机，这个什么充电线啊，然后大充电器，然后一根针啊，我这个就底部我就不破坏了，这没什么好介绍的，主要看手机啊。好，这是三星盖乐式礼品卡，这个礼品卡我也不知道是啥啊，留给这个中奖的观众啊，打开手机看一看啊，这个我就不拆了呀，我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免得这个同学拿到了不开心，是吧？我把他手机打开，不然有没有电量能打开？好，打开了，是这么个样子的。屏幕的话，应该是这是8 Plus， 这是8 Plus， 这是 A70， 大一些，然后是全屏的，好吧？你看这个尺寸，看一看。
啊，正在启动安卓啊。这些步骤我就不完成了，不然他把我的脸锁下来了后，这个中奖的观众就不方便用了，我就不锁了。他是怎么不能直接进入功能呢？非要我开始现在开始，请插入 USIM 卡来激活您的手机。OK， 我并不能插卡，所以说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听完我这份专业的介绍，大家对 A70 是否有了新的认识呢？从现在开始，公众号就会抽取这台手机。那本次介绍就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感谢苏宁老哥送的 A70。好，给它装好了。那抱歉了，这个手机本来是准备拍个自拍再送给你的，那看来是自拍拍不了了，我就只能手上面这个手机膜上面有我的指纹，好吗？也是一段美好的纪念。哎，我要不签个名在上面吧，免得你就觉得不是那个。那我就到时候我签个字在这个盒子上，好吧，签个名。OK， 那我们看一下是在哪里抽。啊，在哪里抽？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需要打开微信。啊，打开微信。等一下。上微信来。OK， 这是微信啊，打开，然后选择右上角有这个，添加公众号，是不是？添加朋友里面一个公众号，在这里搜索先有 game， 看到没？这一个搜索啊，然后我是已经关注了，我已经关注了，然后每天他会推送一些文章给你，是不是？我看一下订阅号。我的在哪啊？哎，主要这是乱七八糟的公众号，这个号原来不是我的，我也忘记号主是加的谁了，我也很烦。我看一看，免得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公众号，很烦。公众号，先有 game， OK。好，这个进入公众号呢，它这个今天的抽奖就在这里，你看到没？进入公众号，看到没？然后第一篇消息是这里，第一篇消息上面写着抽奖，你点进去往下面拉，一直往下面拉，这是因为每天都会更新一些游戏玩法最新的版本前沿资讯啊，这样那的，对不对？进入到这里面往下面拖，看到没？今天抽的是帽子，飘飘欲仙帽一顶啊，抽十个，然后二等奖三星 A70128G 乘一啊，这是这里，然后你把这个长按识别，对不对？识别这个小程序码啊，然后点击参与抽奖。 OK， 参与成功啦，要么中一等奖要么中二等奖，好不好啊？记得给我点那个什么，我是怎么让这个公众号在这个界面上，我好烦啊。哎，你们不要加我好友呀，我好烦。怎么一下突然这么多人加我好友，你不要加呀，这个是游戏号啊，好吧。因为是我买来的微信号，是一个游戏号。好吗？好，订阅号。看到没？我是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鬼号全部在上面，原来的号主是怎么这么八卦呀？
你看到了吧？然后这个号啊，你发送这个英雄名称，你看到没？这里是发送露娜，他会回那个教学以及备战铭文图给你的，看到没？韩信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是吧？张良也是一样的，你发送英雄名称，他会自动回复备战铭文给你的。然后关注每一天的这个头条资讯，他要么会有抽奖，要么就是游戏内容更新，懂我意思吧？好吧 ，OK， 这就是今天 A70 在哪里抽啊？看到了吧 ？OK， 好了，就介绍到这里了。然后还有微博，微博的话也在抽奖啊，抽那个定制的手表啊。你这个最近关注微博、关注微信公众号，它都有福利送给各位。然后以及一定要在各种地方，如果你很活跃的话，有四位小仙女会找到你，找你要地址，给你送周边的，好吧？懂我意思吧？微博的话是那个有一条下面有评论啊。哦，置顶的。一直显示开奖中，怎么回事？因为太多人一起参与抽奖了。你看，这是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最近呢也会隔三差五的没事送送福利，看到没？这个下面评论转发这一条就有机会抽得这个表，哎，好吧，这个表用它来记录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这就是688定制手表，评论转发即可参与。感谢丧心病狂许汉文，谢你的两发火箭，谢谢，谢谢阴阴怪没事干就，谢谢你的幸运水晶，感谢干叶千王，谢谢。中奖一直卡着在，我也不知道谁中奖了，可能真的卡了吧。到底谁中了呀？我也不知道呀。还在问怎么抽奖？微信公众号下面点识别小程序呀，讲了两遍了呀。你要定期关注微信公众号，他有时候就是做福利抽给大家，好吧？然后公众号肯定也很好用的地方啊，你问备战铭文在上面问呐、啊，然后每天的这个版本资讯呐、啊、搞笑节目呀、娱乐资讯全部都在公众号上面有，微博也一样的，好吧？微博也一样的。公众号中奖了怎么通知？它会有小程序会通知你的，好吧？然后如果你是你中了的话，应该也有让你留地址跟微信号吧？反正你中了就会让你留地址，好吧？打游戏啦！真的，今天打的心态爆炸了，我已经太可怕了。主要是心态爆炸了，还有个人要恶心我，你说气不气？你说难不难受？刚才那个人真的在恶心我呀！我跟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恶心我呢？因为他主要是他描述也描述错了，他说我怎么不去钻石局找存在感？我一般不是去青铜局、黄金局找存在感的吗？他又不了解我，我好烦呐！是不是？我一般瞎玩的话，我一般都是去黄金局玩呀。然后你看他说话那个语气，就感觉味道不太对，难受。是吧？我解说是解说青铜局，我时不时遨游一下是在黄金局。我最近在巅峰赛上面强行巅峰自己，懂我意思吧？
好、啊，谢谢 I love 六八八，谢谢你啊，谢谢我爱六八八，谢谢你的火箭。想要衣服，衣服还没有去把它最后做成完整版。我当时是想这样想的，我说让这个小龟龟，它现在是这样的嘛，就是你看起来是这样的，对吧？你看起来是这样，它是在这里，然后里面有个小梯子。就是我让他感觉是爬着这个梯子站上去的，然后我在想要不要让他把这个手伸出来然后趴在上面，结果想了一下这样也行，这样也挺萌的，挺好的。好吧，再让我纠结纠结，我这个人有点纠结，让我纠结好了我再做一些。嗯，藏在口袋里的呀，是呀，就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他原来是这样的嘛，然后我就在这里装了个口袋让他趴在上面，哎，这么个意思。嗯，让小龟龟下面藏这个梯子，是的呀，他下面有梯子呀。谢谢卑微的不像话02172，谢谢你。发生什么了？抽奖你错过了。嗯嗯微信什么时候开奖？好像是明天或者今天晚上吧，应该马上就开了。它上面有写啊，我自己看一眼，我看一眼。我现在玩谁呢？加班吧。王者快跑啊！这把打完我去快跑吧。这把打完去。司马懿被办了。我看打谁啊？打谁呀？喂，哎，你不知道怎么搜的话，你就扫二维码。你看视频正下方，先有 game， 那个 G 是那个大写的。然后你不知道怎么搜，你就这个扫屏幕二维码，是不是？然后我只有一个手机，我怎么扫？你知道截屏扫码吗？识别图中二维码，会用吗？嗯，不会用的话就去把你等一下。干将吧。不会用的话就去把你这个女朋友男朋友的手机拿过来一起用一用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没你没男女朋友，那就算了吧。上个厕所。
什么王祖蓝？我被分了一口经验呢。完了，哎，打得好，完了，哎，他们应该死完了吧？完了，就为了反个野怪，把自己又反进去了。大仙，我没有女朋友，能抽女朋友吗？这个不好解决啊。我都没有，你想要，真的是妖怪吧你？冷静协作一下。我不知道，我好像顶到了一些隐身的人，你发现了没有？刺他，刺刺刺刺！兰陵王又想折磨我，我很痛苦。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懵，我在乱打，我就没有头绪的瞎打，就完全靠手部意识了。已经不讲究了，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就打起来就打起来吧，打不起来就没办法了。他们要被包了。打起来了吗？小乔在那边。我们把中路快点清了吧。兰陵王过来了吗？好像没有。这没死，他加了个闪，怎么这么难？下路已经推掉了。哎，我刚才那几箭居然没杀死那个小乔，小乔最后交了一波闪吧，不然不可能不死的呀。你为什么非要给我送蓝呢？李白什么都没有，不给他，非要给我。那我去上路去抓一波，这个人就死了呀。就是干将去抓这个虞姬还是挺好抓的呀，对吧？对不对？好像也不。这蓝 buff 还没捂热又没了。我怎么抓不到呀？自信了呀。我累了。我也笑了。我不敢往这里走了，真的。我早知道往那里走算了呀。好，还好我走晚了。哎呀，真的是气不气？我的平 A 总不会空了吧，小老弟？走开！回来，再回，崩他！相信你。相信我。他后面切，我们先把兵线清了，然后呢，跪求一死，兄弟。
小面具一做就好起来了。讲道理，我觉得抓上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刚才吃了波亏，这一波亏我应该不会吃了吧？但干将哦不，那个兰陵王哦，兰陵王在下面，我找到去的。无情清兵，无可奈何。吃剑，抓我，抓我，抓我！回响之杖先做起来，因为法穿已经够了，打这些人几乎接近，死不掉，难受不？这个兰陵王一天到晚对我有想法。兰陵王现在在哪？哇，真的是恶心！我跳，反手大，刺他，刺他，再刺他。嗯，我应该可以在清波兵现在走吧？我是这么想，我也这么做了。OK， 然后把回响一做大起来了。嗯，他傻了，刺过去二军的大招。哦，顶到了，死了。他在帮我埋雷，做好事。这我。转手挥月一座，决定换一个出装思路。嗯，问题不大了，好吧。嗯，这个兰陵王打得我有点难受。他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嗯。嗯，他不来，他不又想打我吧？这个会被抢了呀，还过来送，真好。我要去单杀他，我往这边顶，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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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辉月出的真好，痛不痛？嗯，不行，我们先把兵线给清了吧。这个人好坏呀，坏不坏？嗯，后面他们兰陵王就没作用了呀。我们把大面具做一下。现在减 CD 应该是40%了，是吧？你随便丢大招，技能好的飞快。好，谢谢尿仙，今天迟到了吗？好像没有。嗯，没事，那个同学在。就是牛魔站在我旁边是有那个物抗加成，所以他一套杀不了我。
这个干牛魔不站在我旁边的话，我感觉我心里压力还蛮大的。他一站在我旁边，我感觉我被一头雄壮的牛呵护着，我就感觉我肯定是死不了的。我走了。可以，这李白一个大招把兵又不可以了。他刚可以玩兰陵王就可以起来了。我笑了。这关羽好像两刀就把我们这个百里守约给秒了。这百里守约好像没有穿甲。我是不是应该拿个蓝？啊，也不需要蓝了，但是还是拿一个吧，好吧。哎，你这么毒的吗？他拿蓝的同时不忘记亲那个大爷，是有点东西的呀。关羽在朝里面啊，又打起来了。等我过来，小老弟。都打死别人了。哎，你不走位的吗？哦，你是这样走位的。抱歉，我的错。可以让我单杀一下你吗？懂不懂？哎，你多中两箭，又吃不了亏，多中两箭。怎么这么任性呢？吃两箭呢？是的，兄弟，吃不了亏啊！我这个大招怎么突然没有了？可以，在最后一秒钟突然没有大了。我们带兵线的能力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回头打他，痛不痛 ？Good。吃不了亏，吃不了亏。兰陵王又要来了，我错了。顶一下，顶一下，免得他到处跑。哎呀，这个兰陵王是真的烦，一天到晚的。可以，这李白玩的还不错。哇，这么猛的吗？又没了。什么朋友齐心排位上新？技能不全，开始撤退。对上了，怎么样？牛魔的这个队友齐心排位上新，是新的吗？这么骚的，之前没这个东西的呀。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牛魔一下惊到我了，他这手。你走。嗯，可恶，又想杀我。嗯，放心，我死不掉了。嗯，技能不全，开始撤退。收到，挑衅。嗯，准备越塔强攻。你怎么说？集合。我要走了，哥哥。但是我又活下来了，但是我们主宰要没了呀。啊，我应该瞄那个主宰的。呀，短了一点。顶他。好的，一起空，清理兵线。他死了，他走了。再见。好，我们一起在空。我们赢了。死！哎呀，还有闪现，再死，又死了。是你，也是他。是他，接剑接的好呀，兄弟。小近剑，小远剑，顶一下，开大四剑，走位。小长小短。小长。短，开大四箭，你什么意思？我清兵，吃口药，选择长，选择短，开启大招，我四箭，他清兵 A 塔，再 A， 我辉月。再两件。别急。短长开大，短长全空啊，过来顶，起不起？左手右手走位顶。干得不错。冰霜法杖，谁会做冰霜法杖啊？那是个弟弟装备啊。没有几个强力核心法师从不做冰霜法杖啊。我马上这个要叠满了，叠满了他们就炸了。这就没了，这都不需要我去。我猜猜你打不打蓝吧？居然不在。
不需要我了吗？太逗了吧，这什么都没有做就赢了，我笑了。就这样吧，尴尬。金身太关键了，可以。我就是在混，还好吧，也没怎么混吧。你看我打的输出，肯定有25%呀。当然这一把肯定没有，好吧，因为李白太秀了。情不自禁给他点了个赞。快跑，打两盘快跑下了。今天我朋友来我家做客了，等一下跟他聊聊天什么的，打把孙策。我初中同学，我同学呀，男生，深更半夜了还能女生来我家做客，你不搞笑吗？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反应是个女生呢？